第一的那所以这个样买起来联吗？军吧，第一联军他们家被烧起来了。因为如果不买起来的话，你们那边因为这个水池没有很高，这个水池才两格宽的水池而已。啊，那水池很漂亮哎。哪一个？水池？什么时候玩 GTA 啊 ？GTA 的话，他们今天都有事情啊，一个打那个 COD， 一个在工商服务。这水池被捡起来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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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好老哦。胸口无时间。好老。你又在那老，你那边都装年轻。谁把我这边改成这样的？把它抄掉。你不要逃避我话题好不好？我本来就很年轻。你在那边讲，你就在那边讲。在那。我们先画这个是普通牢房，底下有高级牢房，还有普牢跟高牢啊。高牢是什么？高牢是九楼啊。高牢岛啊。高牢岛。上面那哦有木炭就挖完再把它填起来哦。有木炭要先挖、哦。我先看一下我家现在剩下二级了，应该看有没有看到什么变化。好像没什么变化、啊。你的皮粉帝国。真的吗？所以说你要跟我对抗是不是？可以啊，来啊。No, 不要这样，我们是好朋友。不要到我们。来啊，我现在组织一队皮粉，然后等下攻打你。No, 不要。所以你在我这边哪里讲？要玩《世纪帝国》是不是？啊，《世纪帝国》啦！我没有，我先让你们一天的时间建设，然后等你建设完毕之后，明天我们就来大战这样子。不要啦！我要征召皮粉。不要啦！明天叫后帝王时代。不要加入老皮那边，你知道他每次都这样子，然后伺候，然后就把大家都杀掉。你看他之后真的把你们当奴隶。对啊。可是我跟你讲，我有创造模式哦。了不起。要不抢？不然我是加入我就会有甜头可以吃啊！哎、欸，我是有六个钻石哎、欸，谁给我的？我帮你。我该给你们的啦。高级住宅区。你就是比如说你要上缴64颗钻石才可以上，才可以进阶一阶，超狠哎、欸！一阶奴隶有没有？二阶奴隶这样子。好了，我先来盖第一间牢房，第一间是高级牢房。那个2×2的空地啊，上缴两组钻石就有变成4×4，好贵哦！你们是各位坑人吧？你看有这么坑人的帝国，你们觉得你们还想加入吗？欸、那个不是我讲的哦，那个不是我讲的哦。加入我帝国比较好啦。你不要误会我意思，那个不是我讲的、哦。没有，而且我的不是帝国，我是这个所谓这个议会制的，哎、欸，叫皮粉共和国啊。方便包的那个箱子被当成储物柜了。那个都是储物柜了，而且他们没有箱子可以放，就而且面包被拿光了，森林岛吃东西了，面包只剩5个，刚明就50几个，靠呗，你们继续。哎、欸，我就要打一个那个告示牌，可是我不能复制中文。啊，没有告示牌不能打中文？为什么一堆人在地底不能打中文？因为我刚刚也打过，就没办法复制，也没办法。对啊，那。看不懂英文的还是会拿，那个是不是装中文插件？东要怎么装？好了，第一间单独牢房做好了，可是没有床啊。你收集羊毛就有啦，可是面包被拿光，那你就空着，然后让他们自己摆床进去。欸，我想一下，你们帝国人好多、哦，没问题吗？大丈夫ですか？那个火炉旁边的那个箱子啊，面包不要拿。哪来的语言？不要把哪来的语言呢、啊？不要把那个杂物放进去啊！哎、欸，我觉得你们这样发展很快、欸，煤炭发展很快。哎、欸，雀巢，哎，去排队，去柜台。干嘛？有人要放煤炭。去柜台在哪？刚才那个地方。你刚才地方，那个要缴煤炭，请到刚刚那个排队的一号柜台哈，然后。请给柜台的那个柜主。我觉得你们要弄沙漏，就是让他们自己丢进去里面，哦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怎么玩那个？哪一个漏斗？就放里面，然后如果丢太少，你可以检查，丢太少就把那个啊弄到里面去啊。谁知道丢太少是什么？你可以去看它的数量啊。所以你房间怎么盖啊？为什么盖的比较不一样？哦，3×3，对不对？没有那个4×3，4×3啊？为什么面包不能拿？
那那个是拿来升级城镇中心的。对啊。哦。所以我们刚五十几个，现在剩五个。哦，哪里？他一小时升一点嘛。有人说：“哎，你帝国有没有放风时间？”放风时间哦，应该是没有了。我们 always 都在放风。你现在很像那个埃及，我们是24小时工作的、哦。埃及在操控奴隶。对啊，我们不是24小时工作、哦。好啦，那我来帮你们装饰一下啦。我们一年会给一次薪水啊。好久、哦。这样我们比较好一点。等一下他们，你们真的要盖监狱？为什么这边已经开始盖监狱？不是监狱，是那个房子，员工宿舍，员工宿舍啊，员工宿舍，对对对对，比较好听一点，其实是监狱。欢迎你们来到绿岛，有一间有工作室，有那个。对啊，你看有窗户哎、欸，有窗，哎、欸，我帮你们装潢超漂亮的、啊。谁把我的烤鱼拿走了？我要拿来吃的。这、欸、不是正门呐、啊。我觉得你们家好漂亮哦。铁门吗？你要不要一起来住？你要不要一起来住？我不要，我不想住里面。嗯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怎么看起来像牛奶？这旁边是我们的，不要进去。你们自己也住，你们自己也住里面啊？我们没有，我们住上面。对、啊，你们住上面不是吗？普通人住的。有没有说发现欲望的地方有吗？发现欲望的地方哦。对啊。有发现？你是要喂什么吗？你知道附近有一个岩浆池吗？没有哎、欸。有啊，附近有个岩浆池啊，你想发泄一下就跳进去就好。就跳进去。让我。你一定会欲火焚身。这不是欲火焚身的程度了吧？这是全身灼伤的程度，欲仙诛死程度了，好不好？有食物配，嗯，食物不定时会乱丢、啊。各位同学，你们都知道要这样子的规格了，那你们就继续盖下去吧，就交给你。那个面包不用啊，可是你可以去外面杀杀那个，自己家会比较大哦。我给他肉了。哎、欸，我会在那个炉子不定时放肉。你们要、欸？我觉得你要那个外面就是变成说出口才可以有按钮，定时放肉，然后进去、啊、就会怪他里面这样子。面包空了，怎么好像动物饲料区？没有、啊，就是那个升级的那个大火炉啊，就放一些肉在里面啊，熟了你自己去拿吧。哦，这个，因为我杀太多牛了。你对，你这个牛杀手。还有烤猪肉。那个刚刚有没有听到那个烟？已经弄好了。有没有听到烟主席说的那个肉都放在？你才建造营地哦。我是主席。根据主权在民。哎、欸，我木头不够哎、欸，有没有？有木头。稻草生超慢的、啊。因为我想要做牌子。你要什么？你要啥？我想要做木牌，然后在那个门房外面打编号。你在哪里？还打编号？哎、欸，你们这都根本就是来奴役人家的，好不好？这应该够打。没有啊，因为你不打编号，他们不知道自己睡哪一间。给你，大家睡哪点号码牌啊？谢谢。根本就按照这种规格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热情的赞助。后面先不要自己盖自己家，好不好？要住宿的，等下先进来领号码牌。住宿还要领号码牌，然后再去。等一下，小僵尸啊！住宿领号码牌，哪招啊？2001号过来。我发现每个人的家都开始。我还帮你们装潢了，帮你们装潢。一个只有前四栋可以一模一样，后四栋全部他们自己在后面自己盖了。我去放号码牌。你把他们修改，如果乱盖，把它拆掉重盖就好了。对啊。所以建议的后面的同时也不要自己盖哦、欸，因为来请大家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哈。我现在要放号码牌哦。放红石灯，红石火把。哎、欸，监狱的石头换鹅卵石哦，你要叫他们自己弄啊。你们自己把监狱石头换一下吧，墙壁把它统一规格吧。我们的内阁都是一样的。比你这个红石火把的地方放那个什么荧光石吧，不然这边好暗哦。我帮你放了，可是我怕你可以说升级那个房子里面的东西可以干嘛？啊？要不要这边二号、啊？哪里？对面啊？不是荧光石吧？应该是银石灯吧？对面。就是红石灯，一号前面这间是二号。哪里？就你这样边边这边是一三，那我就直接放荧光石就好了。啊，这边是246，荧光石啊。可是这边有一个哎、欸，到底哪个才是一号、欸？这样啦，这样啦、哦、我放错了，那个不是一号。啊
他们出门的时候可以关灯这样。哎、欸，是把它打掉啊？算了，放荧光石是不是？我、哦、这间有点惨，上面是泥土。荧光石是什么？装饰类的吗？进去改了。那个石材那一点吧。这样子吗？看到了。啊，这样就好了。还是荧光石不能插火把、啊？这样子吗？还是放普通石头插火把？一。哎，对，那这个不会亮啊，你插这个火把，好啊，你那边 OK 的啦，这样还有感觉啊，这样有 feeling 啊，好啊，那你有牌子吗？好黑暗的，我去做一下好了，我这边有木头给你，好，先说一下有门禁哦，没有门禁哦，9527，你先把设编号了，帮我们设9527，哎那个。那个打火机啊，只要那个牌子都统一放十二点还没有回牢房，我就直接把你打死了。你现在就直接把它讲成牢房，那已经不是客房了，直接光明正大说牢房、欸，有没有节操啊？这个谁盖的啊？为什么这个是反的？哪一个？这个、啊，我们自己弄一下、啊、应该是门坏一间房间，坏在门，在一间房间，这个是门房间门。对啊，这是哦。我、哦、这是顽皮豹，我以为他是猪。哎、欸，这里是不是盖反啊？对啊，就盖反啊，这谁盖的？这块是不是盖反啊？应该是从这边盖吧。小安，你看这个人物。啊？你看这个人物。哪里有人物？这个。顽皮豹啊。我一开始以为他是猪。为什么奇怪？这个粉红猪的脸怎么那么囧？那个吉米，你要不要修改一下？不是，那是他们自己盖的。盖反了啦，你们。搞什么东西？你们要对正啊！你这样子会让我的那个正发作、啊。不要自己铺地板呢、啊！不要自己铺地板是怎么回事？地板要买的啦，2块钻石。一、二。我觉得大家一起玩的力量好强大。对啊，超快的、啊。马上把东西弄好了，那就是那个，哎、欸，结果放号码牌。好啦，我现在帮你弄好了。结果，可是这样好像会有点，会有点窄、欸，我觉得空间好像有点窄。哪里有点窄？就是那个屋顶的空间啊。会吗？还好啦。真的吗？嗯。哎、欸，大家要记得那个要跟对面的对称哦，然后左右也要记得对称哦，不要盖错了。哎、欸，已经有人进他的房间了。你们是超多蜘蛛网了，好脏哦，都没做好卫生习惯。这边是有洞的啊，等一下有人逃狱怎么办？吉米，这个房间我不知道该怎么改。就是一间房间是四格。再空一个，再四格，再空一个，再四格。一二，哦，不是这样子。蜘蛛网太奇怪了，把它收起来好了。蜘蛛网实在太奇怪了。所以这间是正确的吗？我总觉得怪怪的。哪间？你就从第一间开始算啊，后面都是他们自己用的。吉米，这边帮我放一格那个石头。这个，对，这个。后来再一个门，后来通过这个门，一二三四。空一格，吉米看背后这间，不要往那边了，不要往那边通去。吉米看背后这间，对啊，他们男女只有外面才可以操控那个控制杆，决定你们要不要放出来。天哪、啊，我觉得太爽啦！太爽啦！啊，放人家出来、欸，为什么不能出来？真不对称了，对啊，不对称，为什么？没有，这间好像是他们自己盖的，这间是他自己盖的。你把它拆掉，把它自己盖，他们自己盖就把它拆掉啊。可不可以先把这个门堵起来，让他们不要进来？对啊。而且我发现你们英语帝国人全部都在地底是怎样啊？他们在认领他们的房间啊，他想要房间、啊。然后这边一堆人打，有一个写个 SN， 然后这边有一个写帝国。哪边领号码牌？还有人直接问说哪边领号码牌？大家先出门，我们先把房间弄好哦。来，出门。来，现在不出门的，我们大家先听话。大家听话，来，大家先出去。好，大屠杀了哦，先不要做哦。我们现在什么东西都拆掉、哦。雀巢的那个，
排队的地方排队，全部去挖煤炭。